我今天查了朝鮮族，因為我之前不是講過，我只係講我以前的同事的、那個經歷咧，我就覺得奇怪啊！你老母閪，你唔通自學韓文？哦，後屘今天查先知道，哦，原來班閪佬就好似啲馬來西亞華僑咁樣嘅華人咁樣嘅，其實係有自己的學校。我就對你呢個有保留喎，但我係有個學又係朝鮮族嘅朋友喎，但係佢話佢真係佢到而家唔識講呢個，直情係唔係咁？佢係冇去讀朝鮮族學校咯，因為我今日俾你睇個字幕上面講咗啦嘛，你係要讀朝鮮族學校，佢先係全部用。用韓文教學噶嘛，否則嘅話，你哋講都係極少數嚟噶，大多數同滿人嘅命運一樣啦，已經融為一體啊。嗯，好多出名嘅咪朝鮮人嚟啊嘛，以前咩唱搖滾嘅崔健啊，朝鮮人嚟啊嘛，知閪佢朝鮮人。崔健唔係王菲嘅前夫咩？唔係，嗰個叫竇懷。哦，我一無所有嗰條友係嘛唱？係啊，我閪都係朝鮮人。哎呀，邊個咪就係滿人咯？那英咪滿人嚟咯？屌，睇下都知。屌，那英唔係台灣嘅咩？咩啊？屌你啊！那英大陸嘅。葉克拉拉氏啊！屌你。哦，那英嘅那就係葉克拉拉氏啊嘛。係啊。葉克拉拉。我屌你，崔健有韓文名㗎！屌你。咁我就話好多呢啲其實就阿爺嘅政策嘅最終目的就係巴特爾就變成崔健同那英啫嘛，屌！簡單啲講，就唔好叫巴特爾啦，就叫巴特或者叫巴爾就算數啦，就姓巴以後。唔係要改漢姓，漢人冇人姓巴噶嘛。巴金唔係姓巴，筆名嚟嘛？係筆名，但係有冇人姓巴咧？可能都有，唔知。巴特爾，巴特爾佢姓嚟嘅，屌你！屌你！佢名好閪長。其實呢我是真的覺得呢他是應該比新疆、西藏和內蒙這些比較大的少數民族呢在很多科目上是真的應該推廣中文的，這個我覺得他反而是不應該這樣，其實他反而應該是推動中文教學，跟住你要保留回，因為他們有宗教嘛，你應該保留回他們自己民族語言的教學，那可能就教宗教同埋教佢哋嗰門語言課啦，係咪先？跟住佢哋嘅考試，其實佢哋係應該經過嗰門考試嘅。跟住你喺佢哋嘅嗰度咧，你其實都應該保留翻佢哋嘅文字。因為點解話佢哋係應該要接受中文教育？就係話你唔接受中文教育，你點讀好大學？你唔讀好大學，你咪學啲新疆佬佢做恐怖分子，同埋楊浩村咯。因為我覺得其實喺中國呢間即係至少係我仲喺中國嘅時候嘅社會啦，就係你如果去好多考到好大學嘅話，其實你可以改變好多嘢嘅。你有機會係進入到中國最光鮮嘅一面，你更加全面嘅瞭解呢個社會，而唔係話會走向極端。你喺社會嘅底層，跟住從事極端活動。因為其實中國政府其實俾佢嚇都幾百萬，你同14億人競爭，即係講緊1/200。其實新疆人而家好慘嘅，你諗下新疆人，我唔知有幾多新疆人可以入到主流社會咯。我覺得一方面是中國主流社會都不接納他們，因為新疆佬真的生得太特別了、嗯、除了迪麗熱巴這些這麼正的，是不是我包容你，靚女我包容你，但是兒子我一般都不會包容你，不止崔健和那英跟韓人沒什麼不同。是啊，但是 你蒙古人，其實蒙古人和中國人都生得一樣，都不會很不像啊，都是黃種人來的，是一樣啊，屌你，是啊，那生得很像樣子，是吧？其實你如果你中文好的話，你考到很大學，那你們可以回去你的，那就是回到蒙古，那就是那一波，你要跟200個人競爭，你200分之一了，你考好大學機率很低啊，是吧？我諗佢哋有少數民族特別政策啊，其實佢哋考大學易過我哋嘅，你阿媽加40-50分啊，你加分之前可能本科都上唔到，加咗分之後你阿媽上到重點本科，但係即係你都係會有落差咯，就係、是、話你真係唔夠人哋嚟，你唔夠啲漢人嘅學生嚟咯。但係你 anyway 你點都好過話，我唔融入你漢人嘅社會。即係當佢哋話，你阿媽我哋識講漢語，跟住我哋周圍都有漢人係嘛，我哋融入得好好啊，但其實。我講緊係精英漢人嘅社會咯，係嘛？即係講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呢種光鮮嘅地方咯。咁否則你呢個國家就咁多嘅民族係咪先？你就一世成日喺嗰度，係咪？你都參與唔到呢個國家。當然你話我就係唔想參與啊。咁依個係你嘅自由係咪？但係你至少要開道門俾人哋咯。咁你作為家長嚟講嘅話，其實你點解唔可以俾你嘅下一代？開一道門嘅，就好似今日我睇新聞都講到，其實有部分嘅家長覺得，呢個好事啊，我哋可以更加多嘅機會可以考好個大學，係咪先？因為其實中國就係咁樣嘅社會，就係你考唔到好大學，除非你嘅好閪有錢，否則你基本上冇運行。喂，但係你嗰個部分家長係太閪細部分啊嘛。
那些應該是親共的，有可能。剛才不是，我不知道 BBC 的文章有沒有偏頗，他可能舉了最極端的學校，如果你一千人只有十個人就走了，990個走了，大學。其實對於政府來說其實都是一個麻煩，就是說你可以強硬，但是問題是這班人不上學十年之後怎麼辦？那這班人不做爛仔做什麼？你應該俾佢選擇，你有自由嘅選擇。咁即係你頭先講話馬來西亞咁啊嘛，你漢人你有選擇，你讀英文學校、讀中文學校、讀呢個馬來文學校，你有得揀啊嘛。哦，咁華人有錢咧，基本上都讀華文學校嘅，讀英文學校有錢嗰啲。啊，有錢讀英文學校，爭少少咧就讀華文學校，最閪窮嗰啲就讀翻馬來文學校。好似你話，假設真係話喺讀漢語嗰啲就真係哇，點樣融入上流社會係嘛？好閪風光嘅，衣錦還鄉啊，內蒙古數一等樓塊，一條街塊，啲人自願性咁去讀中文咯，係咪？唔讀蒙古文咯。唔係，我覺得咧，你咁講，或者學好中文啦，自己嘛。我可以俾你去揀，係嘛？反正我以後高考就淨得中文高考，我唔閪俾你有蒙古文高考，而都唔柒俾你朝鮮文高考，或者藏文高考同埋維文高考，我就得中文高考卷，你就參與同我全國一份卷去考，你就同揾啲上海佬啊、江蘇佬啊、浙江佬呢啲人去抽過，你中文學校我就派最好嘅老師去教你哋，冇得加分，你社會地位就會變咯。一個小區咁，我走去讀中文學校嘅，咁我可能考清華北大，咁你就18歲就冇喺書讀啦。我相信冇啲蒙古文學校嗰啲讀大學噶啦，就同馬來西亞冇華文大學一樣嘅道理啫嘛。嗯，但係馬來西亞你都有個前提嘅，即係我唔知即係蒙古人嘅中文差到咩程度啦。但係你話馬來西亞，雖然你啲華人係讀呢、這個即係華文學校，首先華文學校全部都是私立的，這個是確定的，但是你讀華文學校的人英文和馬拉文一樣講到囉囉聲，你做華人你一樣可以撈，有本事用你的馬拉文撈到做部長，但是你蒙古人 你我不知道中文好到什麼程度，可不可以用這個中文在這個社會立足，如果他那、哦、全部改成母語教學之後中文都不懂說，那就變得不同了、哦、中文呢他們肯定懂說的了，在電視台只有兩成的蒙古人而已，屌你電視台看什麼黑的，他們中國好聲音係咪啊？咁閪好睇，佢受得到誘惑咩？阿賢太心急啊！屌你！係啊，乘風破浪的姐姐咁閪好睇，佢哋受得到誘惑咩？受唔住噶嘛，受唔住你就識聽中文噶啦，唔通你睇你啲同外蒙古嗰啲垃圾節目睇咩？外冇可能睇嗰啲節目啊！內蒙古可能都睇中國啲節目啦，依家可能不過要打字幕啫。其實我係真係覺得咧，就係話你中國其實你想你或者我講漢人社會，你係需要自信啲咯。其實呢一確實好多方面都係做越好啊，你冇必要唔自信啦。點解用啲咁落後嘅方式去處理呢件事情啫？而且蒙古都冇咩分離主義，真係蒙古其實係冇分離主義嘅。據我所知，即係有你都冇運行啦，你乜得200萬人，你乜絕大多數都係漢人嚟嘅，係咪先？咁啊，即係我哋公安部長屈鳩佢喎，讓公安部長去咗度乜照乜閪嘢啊嘛，話有分離主義嗰啲。有好多好黑要召黑志表示要深入推进反分裂斗争，扎实做好维护民族宗教，定系宗教咩？200萬人你分乜春？冇得分噶、啊。600萬人，你头先讲。啊，600萬人分乜閪啫分？而且600萬人都仲要唔系全部住喺内蒙古，仲有一班系住喺青海嗰边，青海新疆嗰边，有啲住喺西藏，系咪？有啲就住喺内蒙古，就有啲住喺东北。东北嗰啲就应该就唔会着嗰啲衫噶啦。你600萬起码60萬。到100萬是看不出他是蒙古人了嘛，已經是啊，大巴看不得已看不出他是蒙古人，你不說他是蒙古人我真的以為他叫不得已啊，他是真的叫不得已，姓巴叫不得已啊，不過後來你這樣說我想起他說什麼草原雄鷹嘛，說他是是啊，我很厲害不得已，你不要以為啊，我知道白奧尼爾被人爆啊，不是只是這樣叫人家拿個總冠軍啊，冇佢應該冇戒指，因為佢冇上場。佢打波都唔係屌你有㗎，好似唔係球員嗰啲都有㗎，總戒指就唔使咩，即係嗰啲咩助教咁閪嘢都有。但係佢真正勁嘅地方唔係話佢扮老尼爾，係佢打波佢射到三分㗎，你唔知我係勁啊！中國隊唔係個個都射到三分嘅咩？個個射到三分就唔知道，但佢射三分仲有幾準下㗎？準唔準得過王治郅咧？唔會爭好遠。同你講，王治郅就屬於嗰啲叫咩咧？佢就屬於係啲唔好好做好自己本分。但巴特爾唔同喎，巴特爾要爆你嘅時候都要爆出嚟。啊，王治郅爆唔到你啊！王治郅爆唔到啦，或者佢所謂靠乜閪嘢腳步，但係啲腳步喺 NBA 就屬於係好閪慢嗰啲慢動作。喺度行緊路啊！但係巴特爾嘅蹲位喺 NBA 都係仲係嗰個蹲位。唉，阿爺都係。
喺呢啲方面，不過佢可能即係又可能佢依家咁做咧，又可能真係因為中美關係咧太敏感啦，又驚係咪啊？美國佬啲 CIA 係咪先又喺度搞震啊嘛，所以佢先咁閪緊張。要搞都唔會搞，冇啊！唉，呢啲好閪難講。美國對中國嘅評價係一個外強中乾嘅國家。又幾時嘅評價？邊個評價 ？Donald Trump 嘅評價咯。就話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外強中乾的威權政府，其實很容易揭破的。所以你咁諗下，可能阿爺依家最近咁閪保守咧，可能真係同呢個有關。我反而覺得個阿爺外強定中乾，我就唔知道，但係好閪難擊破啊！嚇，阿爺依家嘅呢種玩法好閪難擊破。邊種玩法 ？censorship 定係自衝黨嘅？唔係，即係無論中國發生乜嘢事，幾大劑嘅事，佢都係。因為他已經 set up 了一個控制系統，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以前不是經常有什麼群體性事件的，完全沒有這些東西，完全可以扼殺於萌芽，完全沒有機會發大。一種子一種下去就已經被人剷走了，可以。是啊，真正有可能的就是我之前說的那些，就是說那些連阿爺都控制不到的東西，比如沒有糧食，沒糧食沒糧食的，是吧？不過沒糧食就沒問題，中國的新聞已經說了，我們其實問題不大的，有壓力咯，但是問題不大咯。又或者其他的更加厲害的東西，就比如說什麼氣候變遷，說屌你老母，不斷湧一些洪水下來。是啊，咁又吹漲啊，係啊，或者就再就係樓市崩盤啊嘛，中產撲曬街咁先。都唔會，樓市崩盤阿爺控制得到，金融問題啫嘛，係嘛？如果咁講嘅話，其實除咗天災之外，都冇咩去抽得，冇。但有啲嘢阿爺控制唔到啊，即係譬如對外嘅，即係外邊人點睇佢，佢控制唔到啊。但係我話佢個政權咯，就話其實除咗天災之外，都冇咩去吹得漲佢啊。但係外部嘅話，如果唔係演化成軍事嘅話咧，就吹佢唔漲嘅，軍事就可以吹得佢漲。